拜的亚锦赛，然后决赛的时候跟日本的选手在对决的时候，就是在场上被他摔，然后当下倒地不起，然后后来就被抬走，然后是被扛着摔呀，对，被摔。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动作，叫做。叫做蝎子踢，蝎子踢要干嘛？踢是什么？结果呢？他就是把我勾起来那只脚往后蜷，然后我支撑脚没有动，所以我的脚就转。那他这样算犯规吗？他没有犯规，他当下很错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就这里嘛。天哪！哎呦，髋关节就是卡住，然后医生就打止痛针把我的脚放回来。小时候要出国比赛，然后爸爸想说啊，出国那时候要60000块，然后爸爸想说那就是太多钱了，不要借，因为家里经济状况有问题。然后妈妈就想要去帮我借钱，标会，对，不是没有标会啦，有标会我不知道。然后后来就被爸爸没有标到了，对，然后两个人就吵架。然后再长大一点，是因为爸爸生病，然后。我比赛的奖金要拿去付家里的债，所以就放弃比赛。哎呦，好乖哦，女儿啊、哦！帅了，那一招好帅哦！哇，好快哦！好狠哦！就是个蝎子踢，好狠哦！那蝎子踢踢后脑勺不行的、啊。可以啊，只要拉脚就好了、哦。头部是可以的，点到为止要拉脚。但是全不可以打后脑勺。不行。那、啊、你这么猛，怎么会交得到男朋友？啊、男生看你会吓死。那怎么有男朋友会打空手道？哦，就刚刚那一位。哦，刚刚那个。对对对。就刚那一位。哦。那我们就不多聊了。下面一位。对对对对对。